者王新宇台北报道。罗时丰最新单曲南北 MV 三月上线，转战国语歌手后的罗时丰似乎拍出新曲，还将歌词延伸出一封信，还亲手写下送给歌迷。母亲节将至，罗时丰特别向剧组告假，与老婆准备一桌菜孝敬妈妈，相当贴心。罗时丰多了国语歌手身份后，似乎拍 MV 拍上瘾，还自掏腰包自导自演，连剪片都自己来，做出两首 MV。 至于今年的母亲节，罗时丰特别准备演唱会门票，想让爱妻与妈妈都能到场。他说年轻唱现场时曾买过价值60末的钻戒当做母亲节礼物，今年礼物虽然礼轻，但是这场身份转变的演唱会能够与妈妈的亲自到场，是意义最重大的礼物。罗时丰送妈妈演唱会门票，海蝶提供。罗时丰，海蝶提供。